我去 IKEA 看到一个299块的桌子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我把它放在我房间这个小角落，感觉效果应该还不错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299块的小桌子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组装这个纯白的桌子。我买这个桌子就是为了来拍影片用的。那我想说，如果我要介绍啊，或者是分享一些东西，那有这个桌子就好用很多，就随便拿一个东西来放，看起来都超漂亮，就纯白的风格。